张馨月晒和林峰逛超市，从背后环抱老公像人形挂件，大赞峰哥好帅。1月25日刚过零点，张馨月就上线秀恩爱，附上各种美食的图案，并说到逛超市的快乐。林峰在货柜前挑选物品的时候，张馨月从背后环抱对方，下巴搁在林峰的肩膀上，像极了人体挂件，十分腻歪。1月16日，张馨月分享了林峰和女儿坐在车里看向窗外的背影，表示一家三口终于团聚。最近林峰在香港拍戏，所以一家人团聚在香港的可能性是极大的。目前张馨月主要负责在家里带娃，而林峰则继续拼事业。去年年底林峰几乎是霸屏的节奏，他所主演的《星辰大海》也频繁播出，拥有不低的话题度。1月24日，林峰的电影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也宣布定档，上映在即。官博曝光预告片，林峰被网友吐槽太老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，不知道时候他能否通过演技来逆转网友的评价。林峰如今算是家庭事业双丰收，实现个人的口碑逆转，虽然已经42岁，但其实人生才刚刚开始。